家好，又是阿 Man 啊嚇。咁啊，今日見到後人嘅理工大學係啦。咁啊，大半年前呢度發生咩事呢？就係嗰啲黃絲暴徒咁啊，佔領咗呢間大學，咁啊封住曬啲出入口位啊。你睇下附近啲地面啊，啲磚都俾佢哋撬爛埋嘅。咁啊，我哋成日都覺得香港就係一個福地嚟嘅，福地嚟嘅。但係就而家咧，啲反對派咧煽動曬啲一般嘅市民咧，就個個都要參與政治，個個都要話去攬炒，個個都要搞亂香港。佢哋美化得好重要啊！成日都話追求民主自由啊，五大訴求啊，其實就係不停咁破壞。你睇下，到今日嚟講咧，成個理工大學咧都係仲係要封住嘅。咁啊，仲要佢哋啲維修費咧都係天文數字咁大，係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好多人咧就好睇唔過眼，點解一間好好嘅大學要不停咁俾佢破壞咯？咁啊，其實之後我會俾翻啲片段大家睇嘅。五年前阿 Man 都帶個隊嚟理工大學裏面示威過、抗議過，抗議啲咩嘢啊？抗議一啲暴徒教師。例如一個政棍，那個叫做鄭松泰，係啦，嗰陣時佢係理工大學的講師，係不停去煽動啲學生走出嚟受警，反社會、反政府、反中國嘅。所以咧，就係因為有呢啲老師就煽動好多唔同嘅學生出嚟搞亂呢個社會。所以我哋都係嗰句，我哋係反暴力、愛和平、撐警察、護安寧。咁啊，亦都唔想見到更多暴力，好似而家啲區議會咁。琴日啊，阿岑子健擺街站啊，又襲擊一個真係襲擊一個真係同佢理論嘅老師，係啦。咁啊，啲正常嘅老師做咩事？係啦，鄭華就講到啊，岑子健啦，咁啊擺街站啦，就佢啲支持者咧，大部分都係嗰啲黑暴啊暴徒嚟嘅。咁啊，所以佢二話不說咧，啲支持者咧，只要唔啱立場、唔啱政見嗰啲咧，佢哋都係用暴力同埋私了。去真係令到我哋呢邊嘅陣營嘅係滅聲，所以咧，除咗阿岑子健啊、譚海邦啊呢啲區議員用暴力而上位，得到佢哋嘅人血饅頭，咁啊又煽動咗成大班支持者咧用暴力去屎尿啲一般嘅市民。本來香港咧不嬲都係民主自由嘅地方，而家咧再冇民主，再冇自由，只有不停嘅黑暴，令到香港跌入呢個真係。無止境的鬥爭當中，所以希望啦，嚟緊國家安全法去實施咧，咁咧就會有一個好大的改變。咁呢班漢奸走狗反中國的暴徒咧，好多咧都要離開香港，都要走佬。例如什麼呢個黎智英啊，嗰啲已經搞咗事嗰啲港獨分子啊。已經走曬啦，所以我哋支持國家，支持香港，盡快立呢個國家安全法，令到啲漢奸走狗暴徒盡快離開香港，一係就接受法律大制裁。好，今日阿 Man 講到呢度係咁多啦，拜拜。鄭松泰咪得咯，搏佢命咩？佢就係博士做埋啲行為啊嘛，偷嘢啊嘛，就做更加三次啦。今日我話俾阿鄭松泰講，你唔使偷噶。你問我攞咪得咯，你又唔講，你又偷偷地攞咗去，呢個咪偷嘅行為咯。我今日就嚟到你母校，就送翻呢樣嘢俾你。如果你要嘅，嚟呢度攞啦，係啦。想唔想我試下錢偷啊？阿鄭生攞啦，鄭博士攞啦，你收啦，你出聲我未？俾你咯，鄭博士。如果你唔嚟攞，我點知你想要啫？你又偷偷地嚟攞，係咪先？今日我就俾翻你啦，有幾多我俾幾多，好唔好？再去買。我鄭松泰喺邊度啊？喺度出嚟啦，係男人就。所以今日我哋做嘅嘢係邊個教噶？鄭松泰教嘅。另外，阿鄭松泰成日都中意帶隊去，佢覺得呢樣嘢就表達言論自由。我哋都將佢呢樣嘢表達翻出嚟，所以我哋而家就想上去。見呢個理工大學阿唐校長，係啦，以前咧佢冇問題㗎，佢都係唔係人哋自己走上去㗎，所以我哋就咁上去嘅啫，容唔容許唔關事，
我哋兩三個上去嘅啫，就去揾校長。我校長17樓啊嘛。我諗唔可以。喂喂啊啊！上次阿鄭松泰都係咁嘅喎。香港大學就咁衝入去啦。佢都係唔俾。喂，勇武啊，出嚟啦，鄭松泰。係咪先？成日話勇武。嗱，呢個係咪邊個價先？大家睇下啦。係理工大學。系男人就出嚟啊，郑松泰！喂，我唔系死啊嘛！一定做到立法局议员噶。郑松泰话恶就得噶嘛？佢话恶晒出嚟，够大声，讲得理由。香港有言论自由，可以去呢度都系公众地方嚟噶嘛？咁样都唔得啊！我作为香港理工大学嘅校友，系啦，校友。佢见一见校长得唔得先？我想见校长。咁样样啦，得唔得？你哋系唔同嘅，你哋系斯文嘅，好斯文噶。冇错，我斯文啲啦。咁。我怕他聽不到啊！不得啊！教壞啲教壞啲學生啊！咁啊做錯，而家唔使啦。我哋收咗頭先封信。教壞啲學生唔得。係咩？咁我係香港理工大學校友喎，翻嚟探下校長得唔得啊？歡迎啊！咪瞓咗晏覺啊，校長。700多萬年薪瞓晏覺。係好難講。所以我哋對唐校長有一個好嚴重嘅訴求。如果佢教出嚟，佢嘅老師都話得嘅，但係點解佢唔去炒咗呢個鄭松泰咧？佢喺社會上面就係做埋呢啲行為㗎啦。咁啦，咩事咧？係咪有問題咧？校長，作為校友咧，幾時都有權咧，就探校長，係咪啊？係，不過探校長都要即係揾個時間嘅。哦，咁我唔知你得閒喎。嗱，而家我咧就書面入封信俾你哋校長 ，OK？ 話而家我想嚟探下你，我係香港理工大學1987年第一屆嘅 degree 學生，大師兄，好多人都識我㗎啦。OK， 而家我代表香港理工大學1987年嘅畢業生 degree 嘅第一屆嘅 degree， 我香港大學都唔讀啊，嚟到香港理工大學喺嗰陣時叫理工學院，俾曬面啦。咁我真係好想嚟探下而家呢個所謂嘅唐校長啊，我會書面俾佢，如果佢唔回應我。我就日日喺樓下等佢 ，OK？ 而家日日喺樓下等。香港嘅形勢，你哋學校唔好縱容姑息啊！阿鄭博士今日有冇翻學啊？有。誒，你唔好叫支持警察，支持警察，嚴正執法，嚴正執法，忠誠勇毅，忠誠勇毅，止暴制亂，止暴制亂，支持警察，支持警察，嚴正執法，嚴正。忠誠勇毅，忠誠勇毅，止暴制亂，止暴制亂，耶！支持警察，支持警察，嚴正執法，嚴正執法，香港曱甴，香港曱甴，時代垃圾，時代垃圾，支持警察，支持警察，嚴正執法，嚴正執法。